就是，我们首先下降测量平台。规定。我测量这个电片的厚度。1.297，点击记录。这是我们对片去进行组装。把它摆进去。摆到中间，然后放入，等一下，要检查。进行下一步。40牛的力。弹簧，中央衔铁，加上传输，我就不能自己切，生气，现在。对它进行清零。然后用力按压。这个是连接不记录。完成。